我是刚刚列车撞到110年12月17号，然后去台北捷运淡水新线台北站10号次7:26所拜的是12次开往象山土象山的高内雄刚刚时间后往象山土象山，不知道下面干嘛专门兜兜点我们大桥，开启车门。有 C30100605跟在台北站这边关闭车门。到下面干嘛？咱们都听不到，就那拜拜，咱再见。